Rogers 808577 Bell 网络电视 T 银台 WOW TV 每天为您送上精彩的中文节目。现在就赶快申请收看 WOW TV 吧。你们能猜出这是哪里吗？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很好，你好吗？哎，你们看这个图像不像一个奔跑的被薅起来的兔子啊？哎，其实啊，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云南。云南呢，就是癫，就是别人笑我太疯癫的癫。云南地处西南边陲，自然风光秀丽，人文胸怀宽广。云南的阿黑哥气宇轩昂，云南的阿诗玛粉嫩娇爽。云南有许多大象，估计蜡笔小新一定会喜欢上云南的吧。这位姓蜡笔的观众朋友就要问了，为什么大象的鼻子怎么就这么长呢？让我就给大家来讲一个关于大象的故事吧。姑姑，跟咱当年倒下回家今天倒我能倒下，你能倒下了？我能倒下那个包鸭子了吗？你倒个事呢？昨天闹的个包鸭子个。嗯哦，好嘛好嘛，没到我能倒下去吗？哎呦，大象都要去保养啊！看来过去云南人真的是骑大象去上学的嘛。这个上学路上要是大象被蚂蚁绊了一跤，那非迟到不可呀。我们可就哪了？我想可能吃米线。又吃米线啊？哎呦，想吃米线。可哪里吃啦？乔仙院。又去乔仙院啊？我想吃个炒米线，我超想吃。太远了，在北站那边呢。最近这个油价那么贵，我要去多蘸两块香蕉才行。搁这个乔仙院干？嗯。妈妈，怎么怎么怎么，门太烦了。这边这边这边。姑姑站好，姑姑站好。云南有许多米线，其中过桥米线最有名。真正的过桥米线工艺讲究，材料复杂，价格呢也非常的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过桥费啊已经打在里边了。云南这有许多少数民族，而每个民族呢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。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呀，那就跟我一起去体验体验吧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为什么拿水泼我呀？今天是泼水节啊。哎，那泼水节又是什么呀？泼水节就是云南人向大家表达祝福的节日啊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泼的越多呢，受祝福也就越多。哎，那好，那多泼点多泼点。真的吗？嗯。啊，您等一下啊。准备好喽。云南人都祝福你。哎呦，这坑爹的，哪有拿开水泼的呀？全年好运啊。我要走了。多保重啊，兄弟。谢谢，你也是。临走之前咱们感情这么好，不如我们结为兄弟吧。怎么结呀？你等着，在我们这儿情到深处歃血为盟。哎呀，这个太残忍了，这我下不了手啊。这个你帮我吧。没事，哥帮你。哎呦，整个手指头都剁了，哎呀，疼死了啊。现在我们就是亲兄弟。哥们，刚来云南吧？哎，是呀。一看你就是大城市来的，想不想看看我们有民族特色的东西？哎，都有啥呀？隔壁拐角民族舞，看吗？民族舞哪不能看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事不能搁这儿说。不穿衣服的民族舞，看过没？他不穿衣服，我哪知道他是哪民族的呀？民族舞这东西啊，唉，我看呐，都是浮云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如何去追一个云南女生。语文呢？语文不重要，要不然一下去一会儿。
OK， 拜拜。拜拜。那等一会儿你有空吗？有啊。哎，要不然我们一起待一会儿。好啊，要不我们去采摘吧。嗯，我们还是回家去偷菜吧。哦，那看电影呢？嗯，不如我们回家去看碟吧。哦，那我们出去兜风吧。嗯，要不然我们还是回家玩极品飞车吧。啊，你还是自己宅着吧。哎，我的意思就是想说如何去追一个云南女生失败的例子啊！你看你这么御宅，成天跟电脑跟手指混在一起，云南女生怎么会喜欢你呢？科学家呢就更加亲近大自然，热爱环保，喜欢户外运动，所以你也要显示出你对生活的热爱。当然了，一套齐全的户外运动装备是少不了的。接下来科学家亲自为你展示如何去薅云南的女生。哎，你有空吗？有啊。哎，我们一起待一会儿吧。那我们一起去骑车吧。哎，好啊好啊，我有小头盔。哇，那如果我想去登山呢？啊，好啊，我有防水的登山包呢。那如果我……哎，没关系啊，我这有飞盘。哎，你看我这还有对讲机，我这还有照相机。那个，我们干什么都可以呀、啊。那个，我们咋一起吧？好嘛。